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俺想跟你喝杯酒，你干了，俺不喝。妈呀，这一宿啊都没睡呀，知道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儿个是咱们提新车的日子，你们说激动不？等了这么长时间，今天终于可以提车了。得了，不说了，起床了，咱们去提新车。看我今儿个收拾的还行吧？就穿这一身了，去提新车去。咱们走，哎，领导，说给我一个牌就行了，我今天就骑车就走了。对对，好的，可以。谢谢，看我这个大叔人也特，都混熟了。但是咱俩还得按规矩办事。对。提升我心爱的小喇叭，今天心情可好啊？哎呀妈呀，心情好啊！必须的。肯定。这不是打把烟拽过来的。5块钱，你去验一下咱家车，验车交给你了。然后我去财务把咱那个加的那个东西，那9000块钱给人付了。这个应该就是了。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不是不是，舱门都不一样，大哥。啊，慢了慢了慢了。啊，你去吧。那能行吗？你该给的钱你得给呢。我可以了吗，马总？你才问我。对呀、啊。你不给人家也不能让咱走啊！什么情况？加了一个那个摩托车后面那个架子吧。把那个钱给你吧。哥哥，今天提车，也是你车友。咱们家这些营地里的车友也都跟着过来了，也都过来看咱家新车。那拿着报。现在这个水管上都给加过滤器了。加水的时候可以过滤一下，这个还蛮贴心的哎。这个是，要不然自己买还不好买。这轱辘是接哪的？自吸泵，就自吸泵上面。接自吸泵的啊。这个重力加水的。啊、这个是，这是钥匙，防尘一串钥匙。这两把是底盘启动钥匙。嗯。然后这个是所有的舱门钥匙，这个你跟我哥一人一把就可以了。一人一把就可以了。这个、通用的。这个钥匙还是跟以前那个车一样，一把钥匙通用所有车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个加水口和户外淋浴的，啊，就是三把钥匙，整车就三把钥匙，这个一把，这一把，这一把，到时候这你俩一人一把，行，好吧，好。这里边是所有的整车说明书，一些电器说明书全在里边，车上的电器的说明书，洗衣机、冰箱、马桶，然后我给您放在一起啊，我放在这个袋子就是。然后这边还有带着保险丝，就车上一些常用的保险丝。保险丝给您备了一套，啊，然后一个自吸门开关，假如说后续有问题的话，把保险丝换下就可以。好，想的挺周到，很多细节的东西都给准备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在路上有点什么小问题，咱们自己也可以弄一弄。那你就先装这个啥？大哥，今儿咱提新车了，高兴不？哎呀，你高兴我就高兴。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开关总开关区，然后这边呢，总开关照明了，这个都是12伏的，就是用的时候不需要打开逆变器。然后这边电视、空调、洗衣机、微波炉用的时候要把逆变器打开。这个我知道，跟那个车是一样的。对，这个都是同样的。然后暖风的话，用热水器的话，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？对。先开一下热水器，再开暖风。对。这个桌子还可以再升吗？它是个四层硬桌。嗯。资料上弄好了，那我下午就搁这办理呗。好。它是三个档。三个档。按照这边，按照最底下，这边有个把手。把它锁住是吧？对，第一档。啊。然后它有个台面移动把手，往里按一下。它就不动了。对。然后放的时候，好的。它自己就升到三个档了吗？至少两档，然后四层移动座。就是他们在交付新车的时候，会有一个交接，会把车里这些个功能啊，给车主讲解得很清楚，方便以后在路上，然后哪些不懂的呀，也方便就是自己去使用。然后我们的逆变器和电池在这个座位下面，然后如果说可以把这个座位垫子拿掉。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总电源开关，如果长期不用的话，把这开关关掉。那个红色的那个是吧？红颜色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电控箱，
我们正常的一些12伏的维修口啦等等。如果说、你刚才给我那一包保险就是换这里的。对对对对，都在这边。然后它每个保险丝的颜色不一样，那边的安多少安多少安，大小不一。好，明白了。然后这边是一个电机总开关。这个平时一般情况下就不要动它，对对对对，就不用管它就行了。对对对，如果说某一项，比如说，一个监控电源发生故障了，你首先第一要先看这边。从这边先排查，然后看看保险有没有坏掉。对对对，保险丝坏掉，直接换保险丝就可以。好，它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。冰箱、灯带、消毒灯、蒸发器。暖风机，然后这两个是没有的，一目了然了。对，这个还是非常好的。这边给你配了几袋降解剂，嗯，然后就是你停车这几天过路的时候使用一下。好，非常好。车子已经开到门口了，一会儿就准备开回营地。旅行实现曾经约定，要看很多的风景，记录你美丽心情。我们去旅行，总有浪漫上映，加一点温馨，在陌生城市看最新电影。